到绝区零前瞻特别节目，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今天我们和两位老师一起为大家带来新版本的全新内容。Hello， 大家好，我是策划小 Y， 我是策划小 X。小 Y 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了呢。那么今天老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情报呢？听说新版本会围绕着维护新爱丽都和平与正义的治安局展开。没错，治安巡防宣传月才过去没多久，治安局就迎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山狮一个犯罪团伙屡次逃脱治安局的追捕，成了治安局各成员头疼的对象。哎，我记得治安局不是有朱渊这样的全能选手吗？确实，但单论朱渊还很难与一个犯罪团伙相抗衡。在 1.1 版本的故事中，治安局朱渊小队内的各个成员也都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山狮斗智斗勇。就让我们看一段视频，感受一下。Alright, let's check the trailer for... The target of our operation is the Mountain Lions, a militant group that believes in brutality and is known for its involvement in violent crimes. One of the new faces we should keep a close eye on is Jane. Don't tell me you see him as a father figure. Oh, really? We'll see about that. So she's a criminal, okay?Yeah, she's giving off the vibe that she's an assassin. Okay. Now, you're the prey. I'll show you how much weight a mountain lion's name carries! What the hell? Now would be an ideal chance for a surprise strike.I believe she's a robot. Yeah, I believe that she's a robot of some kind. I won't let you down. Hold on. Where's Seth? No! Attack formation!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I don't believe in resorting to cheap tricks. Undercover RNB.So it's basically police versus criminal. 哇，这个绿色的双马尾的妹妹我好喜欢，明明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但是却又透露着稳重的气质。青衣在游戏的故事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前辈。All right,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青衣都可以从容应对，让人充满安全感。嗯，是的，在 1.0 版本中，神将们就与青衣打过照面。当时协助青衣和朱渊解决了系列问题，并帮助他们的最近电影建立起信任，也最终顺利举办了治安局讲座。I have not cleared chapter 3 yet. 言下之意是还有不值得信任的伙伴吗？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刑侦特警组确实会面临更严酷的挑战，有些治安官也会因此身陷囹圄，而这份危险来源于敌对势力山狮。他们能屡次在治安局的追捕中顺利逃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名名为简的神秘人物，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对调查和追捕一路阻挠，在组织内崭露头角，深得山狮头目的赏识，也就是刚才 PV 中出现的黑发少女。此次 1.1 版本会推出卧底蓝调，包括简与治安局各位成员的纠葛与缘分，神将们届时都可以在游戏内体验。So be in the form of 不知详情，还请在新版本内一探究竟。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真的是，你们也太坏了。我们坏吗？我觉得没有。我也觉得没有。不管了。虽然听起来是严肃正经的故事，但是据我的了解，这次剧情里面的趣味点可是一点也不少。确实。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有关 1.1 版本新登场代理人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赶紧看看这几位代理人的详细资料吧。那自然没问题。 Fairy， 查找青衣的战斗记录。代理人青衣，资料已生成。治安官青衣，电属性击破代理人，攻击敌人可以快速累积失衡值及失衡状态下的易伤倍率，创造输出环境。同时当青衣造成电属性伤害时，还能累积闪落电压，累积至一定程度可以发动威力强劲的攻击。Electric stun
帅，不愧是我喜欢的绿发妹妹。原来青衣不止温文尔雅，满腹经纶，打起架来也是威风八面，不让须眉。哎，定要给青衣定青衣了。不知道在1.1版本有没有更多的机会了解青衣相关的故事呢？会有的，1.1版本会开放青衣的代理人秘闻、失踪帮口之情。青衣是 agent story。在后续版本里，我们也会陆续更新更多的代理人秘闻，让大家有更多的渠道了解喜爱的角色。感兴趣的神将可千万别错过。我帮你说，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吧？如果说青衣12引经据典的言辞让人费解，那 PV 中另一位代理人则可以用扑朔迷离、难辨黑白来形容。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简吧。代理人简，资料已生成。哇，好智能的 Fairy， 形如疾风，势如闪电。简在山师中逐渐声名鹊起，作为物理属性异常角色，简能为自身累积狂热心流，积满可进入狂热状态，在此状态下可释放高频多段的攻击，快速触发属性异常效果，造成伤害。姐姐又神秘又飒，好希望能快点在游戏中玩到她。哎，不着急，除了在操纵代理人之外，我们还会以其他形式见识到她的身手。这么说，作为山师的干部，简会阻击追查山师的神将们。她招式灵活，作为对手出现在神将们面前时 ，She's a boss fight。当然，另一个选择是不要成为简的对手。Oh, brother。我刚听说这次更新后，神将们能以简的视角和莱西亚利多。没错，在 1.1 版本卧底蓝调的剧情中，神将们可以操纵简在光影广场、六分街等地的街道上自由行走，完成相关任务。终于能在城市里面操控自己喜欢的代理人了吗？不过值得再次说明的是，目前在 1.1 版本中，我们只可以在卧底蓝调的任务里操控简，而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还可以操控更多的代理人自由行走于新爱丽都，还请大家多多期待。放心，绝对不是新建文件夹。那我可记住喽。好的，已添加为代办事项。嗯哼 ，Fairy 和我会一起监督你们哦。刚刚在简的战斗里，我还看到了一位长着动物耳朵的男孩。事已至此，各位老师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吧？你说的是赛斯吧？他是治安局边缘小队新成员，在游戏内即将正式登场。作为电属性防护代理人，赛斯挥舞着盾牌和警棍进行战斗，并为队友提供护盾增益。他会利用盾牌抵挡攻击，同时他的武器还能变形，将盾牌与警棍组合，以大剑形态冲击攻击对手。The English voice for the main guy in cap Kai in Kaiju number eight.如果有赛斯这种队友，那可实在是太有安全感了。嗯，治安局的伙伴都是令人充满安全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代理人调频信息已生成。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调频部分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吧。在 1.1 版本的上半卡池，神将们可以通过独家频段和阴晴频段获取限定 S 级代理人青衣和 S 级阴晴玉壶清兵。我说的还不错吧？不错。确实还不错，那感兴趣的神将们可以多多留意一下。而在 1.1 版本后期，我们将迎来简的代理二，神将们届时可以分别在独家和阴晴频段调频，抽取限定 S 级代理人简度，以及限定 S 级阴晴翠峰前次，最后 A 级代理人赛斯和新推出的 A 级阴晴维续者特化型，也可以在简同时期的独家和阴晴频段内抽取获得。新代理人已经与大家见面了，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您正在查找的是帮部阿崔巡查。没错，在 1.1 版本，我们还会迎来新的好伙伴 S 级帮部阿崔巡查。当队伍有两名或以上的刑侦特勤组成员时，阿崔巡查还可以发动追加攻击，造成更多伤害。在新版本的帮部频段内，神将们可以通过将其指定为 UP 帮部抽取获得。又有新的帮部了、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了。Fairy， 生成一下本次的对话码，内容为300菲林，资深调查员记录两份，阴晴能源模块三个，以及三碗丁尼。兑换码已生成 ，Undercover RMB， 请确认。各位神将别忘了在有效期内兑换哦。
this is the first redemption code. And I believe there's two, no, it's not only they will generate another two more. Okay. 我们新版本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内容呢？1.1 版本，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剧情内容，在玩法上，我们也对已有的零号空洞内容进行了扩充。在新的刀跟火焚玩法中，神将们不用在监视器阵列上进行探索，即可直面拥有超高数值的尼尼威。What？ 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走格子，也可以畅享纯粹的战斗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该玩法需要神将们通关枯败花圃，并完成相应的流程后解锁。在刀跟火焚中，神将们需要用挑战枯败花圃核心获得的明辉套组。对尼尼威进行限时挑战。当累积伤害达到一定程度时，神将们还可以获得飞灵以及叙事线索道具作为奖励。不会还限制挑战次数吧？不，当然不限。看来对于想要挑战自己的神将，现在又多了一个渠道。没错，在刀跟火焚中，神将们可以享受极致的战斗。而在常驻玩法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 1.1 版本的主题活动——沙罗黄金周。听说沙罗黄金周是新艾丽都内最受瞩目的夏日庆典。没错，节日期间人流激增，治安局抽调了更多的人手，维持都市秩序。也正因此，给予了盗洞客和神将们窃取半身空洞 C41 宝藏的可乘之机。在本次活动中，我们可以完成各项活动委托，获得飞灵、A 级殷勤以及养成道具等材料。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其他一系列有趣的活动玩法。在金牌售后活动中，神将们会拓展录像店的经营范围，开放免费的售后服务，协助顾客们修缮调教他们的播放器。这个服务真不错。不过修理也不是件易事，需要神将们把控好准心。大家平时也可以多多练习，磨练好技术，以备不时之需。在神将的日常之外，我们在新版本中还可以体验普通治安官的一天，为市民提供服务。生活不总是打打杀杀，而新艾丽都的和谐与繁荣也离不开一件件看似平凡和普通的委托。确实如此，在细微处才见真章。也正是方方面面都为群众着想，遇到困难请联系新艾丽都治安局，这句口号才会那么深入人心。另外，在第一幕第一镜中，我们将邂逅远道而来的导演康妮。在他的邀请之下，神将们可以用手中的镜头捕捉新艾丽都的人文风貌。神将们还可以运用相机新增的滤镜功能，拍出各具特色的照片。这个功能我可太需要了，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手做角色玩家了。先别急，在 1.1 版本中，我们还将上线自拍功能。神将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姿势与场景、人物合影留念。我现在全身充满了艺术细胞，赶紧让我多拍几张试试。Neat, very neat feature. 在 1.1 版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以及内容，也欢迎大家在版本更新后在游戏内体验。作为神将，我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我懂，早就给神将们准备好了，请看。喂。哇，这是我可以拥有的吗？不是，每一位神将都可以拥有。喂。除了10个加密母带以外，我们还准备了10张。What?除了获得加密母带，还能获得帮布券，预祝大家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代言，还有帮布。That's a lot to process. I need to process. 这么快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吗？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也非常珍惜与神将在一起的时间。公测上线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反馈。绝区零制作组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我们会努力确保每位玩家都能享受到符合其期望的挑战。在 1.1 版本，我们重点增加了战斗相关的体验，各位神将届时可以在卧底蓝调内感受一下。卧底蓝调的故事将在8月14日上映， August 14. 希望这个精心准备的故事能为大家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青衣、赛斯与山狮的纠葛，简的真面目都将在其中揭晓，让我们一同期待吧。8月14日，我们在新艾丽都的新版本中不见不散，拜拜。Bye.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使用兑换码哦，拜拜。
Thanks for reminding us. A letter to all proxies. Thank you all for continuing this on this journey. Since we released Philippines, close attention to all your feedback. Zenoso Zero is our team's first game. We are well aware that many aspects need improving. We'll be more attentive in listening to your opinion, advice, and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 game. Fixing issue and optimizing content is a time-consuming endeavor. The improvement of our many iterations will be steadily implemented in our long-term vision update. For us, Zenoso Zero is like our child. It is our mission to create an ideal new era for all of you. No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we will continue working towards that goal. Don't let you down. I did not expect this special program to be this ridiculously short.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this ridiculously short.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right, they're really trying to make it as straightforward as possible. And is it possible that... Can I review some of the... Can I review some of the stuff that's being shown right over here? Hold on a second. So we'll be getting a new story quest, which I believe is a new story, special episode, Undercover R&B. And then we'll be getting new characters in version 1.1, which are Chingy and Jane. And Chingy will be getting her own agent story to top it off. Right, now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events, because there's so many that needs to be processed. As for events, there's the Hollow Zero Operation Reaper. If you know the operation available, but I think there's a prerequisite in order to access into the Hollow Zero Operation Reaper. And then there's the Camellia Golden Week, which is the version event of some kind. Then we have first class customer service. And then we have the daily life of a park sec officer. Any other... And then there's the camera event. And anything else? Shield defense, special operation, immersive tactical drill. Oh, so they're giving us 10 free draws. Login for a total of 7 days to get 10 free draws. 1, 2, 4, 5, 6, 7, 3. Yeah, 10 free draws. And 10 free draws on the Bamboo gacha as well. Wow. They're slowly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Honkai Star Rail. Neat. Okay.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can I have let's read the message that the director dropped. So fixing issue, blah, blah, blah. No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we will continue working towards that goal. We won't let you down. With all of your help, Zenoso Zero will only continue to get better. From ZYL, the director of the game, for those guys who was wondering. Well, that's about it for now. If you guys enjoyed my reaction to Zenoso Zero version 1.1 special program, I do appreciate a thumbs up on this video. And feel free to comment down below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e special program, on the characters, the special events and whatnot. Personally, I don't think I'll be pulling for both Chingy and Jane, because I do want to save her for the female virtue. I forgot what her name is. I do want to save her for her. But for those of you guys who are gonna pull for Chingy and Jay, feel free to pull for her. And good luck with all of those. In the meantime, I'll be back for more videos on Zenoso Zero and Honkai Star Rail, so do look forward to that. Anyway, my name is AJ,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